用四种简单的材料做一个新年必须要有的菜，这个是甜醋，这个是白醋，这个就是发财猪爪。洗干净之后，冷水落锅，加啲姜，加啲料酒，同佢焯水五分钟先。然之后捞起晒佢，洗翻干净再用。爆香晒啲姜，再嚟兜香啲猪爪。茶做法咧都好似猪脚姜咁嘅，但系就冇猪脚姜咁易，因为有啲朋友食唔到猪脚姜嘅。炒香之后加半支甜醋，细半碗嘅白醋，然之后加少少蚝油，再嚟一啲啲嘅生抽调下味，然之后加下水煮滚佢先。滚咗之后咧就试下味，再嚟加糖。嗱，如果你觉得个酸甜度 OK 嘅话咧，可以唔使加糖噶。咁加几多糖咧，又根据自己嘅口味嚟调啊。用最细火炆嘅45分钟左右，再加少少盐嚟调下味，咁就搞掂噶啦。一个简简单单嘅糖醋猪手，如意新嘅一年入面招财进宝、横财就手。屋企有学生哥嘅话咧，金榜题名。嗱，咁好意头，过年点可以超咗佢？